可是你很有魅力，我真的还好。你有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把酒精那撇掉。好啦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昨天去游泳是？是被救起来的感觉。好坏哦，不要这样。浮肿是不是？好啦，好，大家应该都很想知道的吻戏的部分。对，我也想知道是亲真的吗？听说是真的很激烈的那一种。激烈到什么程度？你知道蛇形刁手的那种。那有 NG 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第一次 OK， 一次 OK， 我们都一次 OK。对，因为第一次投入了之后才会一次 OK。不是，是因为一定是有 Vicky 才会一次 OK。Vicky 什么啦 ？Vicky 什么啦？舌头感情有进去，是因为。就是我们不能 NG，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次 OK。对，你不觉得一 NG， 然后宫廷说故意的啊，你懂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就要拿出那个很专业的那个态度去做对那件事情啊。好，不亲那场戏。你看我，我听了特别奇怪。就演那场戏，那场戏要演。但那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哇，怎么这么熟？你没有想到我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哇塞，兄弟一样，不是啦，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哎，这一集要先不要主持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海派甜心，我们两个是一对，很重要。对对，是啊，那把你跟李威换嘛？啊，你演李威那个角色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演李威那个角色？你就跟我们抢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？然后后面输，然后就离开这样。这样比较符合现实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